非常的珍贵，因为美国队毕竟是世界第一的强队，我们也希望通过跟他们的切磋来提升我们的各方面的技能吧，特别是身体对抗。大概队里有一半球员都是很年轻的，因为他们没有参加过大赛，所以我们想就是说能够跟美国队这个比赛，就是说对他们锻炼价值非常大。我们这次有三个目的，第一个目的就是说能够那个让他们见识和增长经验，第二个目的就是全方位的向美国学习，第三个那个目的就是因为我们已经集中了一个月，我们希望跟美国队就是世界最好的球队比赛，能够就是看到我们的训练效果是什么样。精气神，体现我们的中国女篮的新一代的一个特点吧，然后也是从中去学习他们。